这个问题，我是我九三报告了，我是临衡街三十八巷是五号的住户，我是文涛，我对于我这个住户啊，是从三十五年我就搬来住了，对于这个临衡街这个城角我是非常了解。刚才你们长官报告的，这是要把临衡街三十八巷要打通。我第一个疑问是，司法院大法官十八号、五百一十六号，他这个建设案有规定，你要使用移民的土地要办理征收。我们三十八巷是私有土地，不是公有土地。你征收的时候，你要补上我们住户，要把我们的住户你要补上，你不能。好，我要建设，我可以，我自己我要建设。你这个讲的是违反法令，违反什么法令？就违反大法官建设的法令。但是你讲的是依据市政府他的规定，是五米以下的土地不办征收，你不办征收，这也有市政府有规定，说你不办征收。但是大法官解释，只要是你征收移民的土地，就要补上移民，不然我们三十八巷建筑的住户也不会同意的。如果你要建设，你要改进，我现在就要形成两立县打破两个地方。这种事情就发生了，我说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你都没有讲出来。第二个嘛，我就说三十八巷一直到大道路要打通，但是三十八巷那个大道路要打通，你要先把高市法院的这一条三十八巷再打加大通。打通了以后，这个车辆了、人员、交通没有阻碍的。那么你这以后，这就要打通我们老的三十八巷住户，你要补上，你没有补上，我现在这住户不会同意的，这是有法令的依据了。我不是乱讲的啊，我不是乱讲，我有书面的报告，我放在这里，我放在这里。我说第二项我的建议的事情，就是你啊，我们三十八巷原来的这个住户，你道路要改建，你要配合这个房屋都是更新的计划，连房屋连巷道一块儿改建。我们三十八巷的房屋最小最小都有三十五年以上的，你说我这个房屋都四十几年了，已经都预定了，应当要独更或者小路一块儿。如果是你先把小路做好，你再更新这个房屋，你就背背背，时间到了边，我就不报告，因为我这个有个书面的报告，你要提出来给我答复。好。